赖永生是永定县一位痴迷。这座土楼的名字叫顺元楼，早在清朝道光年间就已经落成，沐浴了170多年的风雨。它建成这个形状是不得已而为之。原来他也想做一个建一个四方形的土楼，但是呢，一边是非常陡峭的石壁，他花了很多的精力劳力都没有办法把这个地整好，一边呢又是很窄，另外一边呢又是临小溪，他搞来搞去，最终最佳的选择就是只能够在这里搞建一个五边形的土楼。不久，赖永生又拍摄到了一座八角楼，并了解了其中的原因。原来这座土楼名叫东城楼，清代嘉庆年间动工兴建，楼主最初的计划想把土楼建成四方形，可是施工的时候却遇到了麻烦。当砌好墙基的时候，邻村的那个黄姓的村民就来了，他说你不能建，因为你其中一个墙角对准了我对面山上这个黄婆太的墓地。按照那个年代风水先生的说法，墙角对准祖先的墓地对后代会不吉利。为了解决由此引起的纠纷，双方请来了当地名人，归隐还乡的清代翰林乌夷福。听完申诉，乌夷福灵机一动，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解决办法。他提议将四角楼变为八角形，于是就有了八角楼。听了这个传说，赖永生对前人充满敬佩。他以为这样一来，不但去掉了对准墓地的墙角，化解了矛盾，还催生了一座造型独特的土楼。赖永生不断为新的发现激动着，可是他并没有满足。他常常扪心自问，在永定是否还有造型更为独特的土楼没有被发现呢？学者们认为，尽管永定土楼造型五花八门、多种多样，但是概括起来可分为三大类，即方楼、五凤楼和圆楼。在热衷土楼文化的苏志强看来，众多的永定土楼中最富丽堂皇豪华气派的是五凤楼，
有人考证，五凤楼多为五层相叠，犹如展翅欲飞的凤凰，五凤楼的名字也因此而来。五凤楼以三堂屋为中轴，左右建有平衡对称的横屋。由于五凤楼的三堂逐级升高，横屋烘托左右，依山面水，因此更显得对称严谨，秩序井然，和谐统一。有人认为它是出自古代的明堂，脱胎于中原地区豪华的官邸建筑。也有的学者把它划归到了三合院与四合院混合体一类的住宅中。不过苏志强以为，造型优美、装饰华丽的五凤楼，其建筑风格和样式很可能是参考借鉴了古老的祠堂。气势轩昂、雕梁画栋的五凤楼呈现出汉代宫殿的许多特点。经专家考证，在永定比五凤楼出现时间要早、数量要多的是方形土楼。方楼一般为三至四层，最高的达到五层半，主要分布在闽西南的永定、新罗、南靖、平和等县。城堡式的方楼给人的印象是稳重和坚固。方楼跟五凤楼来比呢，它的防卫性更强，表现在一，它有整体性。五凤楼呢是由几个部分组成的，方楼呢是全部是一个整体，前后高大，不容易攻击。第二呢，方楼只有一个门，比较好防守。第三呢，方楼的一二层都是不开窗的，不容易攻击。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勇于创新的客家人在方楼的基础上又演八卦传说有五千年前的伏羲氏，
用36条长短不同的线条排列。镇城楼楼高四层，底层44个开间，分为八卦。而镇城楼内大厅两侧的两口水井，则分别代表着八卦图案中阴阳鱼的两个眼睛。根据申遗办公室统计的结果，永定全县共有360多座圆楼，大多数跟八卦有关系。该如何解释这种现象呢？有人认为，中原是中国传统文化发源地，而八卦又是其中的经典之一。客家先民从中原迁徙而来，把住房建成八卦样式，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发扬和光大。也有人认为，自古以来八卦便被军事家们用来排兵布阵，克敌制胜。客家人出于安全防卫的需要，在建造土楼时自然把八卦理念引入到设计中。几乎每一次走进土楼，孙国亮都会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在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的永定县，客家人从哪里得到资金，建设了数量众多、气势雄伟的土楼呢？在进行了深入调查后，孙国亮发现，永定土楼的建造和一种植物密切相关。烟草原产于美洲，在永定至今仍在种植。据记载，烟草在明朝万历年间传入中国不久，就在永定找到合适的土壤和气候，得以茁壮生长。在此后的300多年里，烟草对永定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产生着巨大影响。当地人把加工调丝烟的作坊叫做烟棚。文献记载，清朝中叶以后，永定县的烟棚多达千余家，几乎每一座大型土楼里
于是乾隆呢就信步走过去，揽过烟袋吸了一口，顿觉神清气爽，连声叫好。回到北京后的乾隆念念不忘永定的条丝烟，他不但将其定为贡品，还亲自赐名为烟魁。随着这个故事广泛流传，永定的条丝烟开始风靡大江南北，土楼伴随着兴旺的烟草业也在永定大地如雨后春笋般崛起。于是就有了靠经营烟刀发了财的林氏三兄弟建起来的福玉楼。福玉楼于1870年开始建造，至1880年完工，10年时间里花了整整20万个银元。那时候清末清朝的时候，20万的话呢，值人民币的话，按照现在来算，就100块来算啊，就是2000万了。凭借着条丝烟带来的雄厚资金，黄氏兄弟耗资60余万两白银，建起了规模庞大的土楼永隆昌。据说，就在永隆昌准备奠基开工时，住在后面一座土楼里的人家以挡住风水为由，找上门来理论。那我的祖宗就跟他讲，叫他叫五个撞楼里的过来，挑着箩筐过来。当时后面的楼主说奇怪，叫我们五个过去干什么？还挑箩筐？那就过来了。过来以后呢，我祖宗就跟他讲，我们家里面有的是银元，你们尽管挑，能挑多少挑多少。然后呢，再写一个纸，做个更漂亮的房子，你这个地方就归我们所有了。学者们认为，永定客家土楼经历了由小到大、由简到繁、由粗到精的演变过程，完全符合事物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规律，也充分反映了这一地区生产力水平。一座土楼造价昂贵，建好之后还要长期在里面生活，因此客家人十分在乎土楼的选址，追求天地人和谐统一。苏志强总结出土楼选址所遵循的两个原则，首先从生产生活考虑，客家人注重选择向阳避风、傍水近路的地方为楼址。其次，从土楼的外部环境来审视，以前方开阔、后方坚实者为家地。那么，这些巧夺天工的建筑都是由谁设计的呢？苏志强调查后得出的结论是，永定土楼一部分由楼主或者请名人设计，但绝大部分则是出自当地工匠的手笔。土墙是土楼的主体工程，它的质量好坏直接关系到土楼的百年大计，因此格外受到楼主的重视。福玉楼在建造时请了2个施工队，为了得到满意的质量，楼主人想出了这样的点子。那我一个婆太，就是我祖父的老婆啊，每到这个下午3点钟啊，这个憨土啊，这个体力很重啊，肚子会饿，他就跑到这个左边去跟他看，哎，我煮点点心给你们吃啊，你不要告诉那个右边的。他就拼命做得很好，等一下这个吃完了又跑到那边去了，左边跑到右边去，又跟他讲，我煮点心给你们吃了，你不要告诉左边的。
那右边又喷喷给他做得很好，所以这个质量这个图像做得很好。建土楼的时间一般安排在干燥少雨的秋冬季节，此时正值农闲，家族的人都能参与，可以降低费用。由于规模不同，工期也长短不一，有的一年，有的两三年，有的十来年。而建造这座占地20,000多平方米的永隆昌，则历时28年之久。它从清朝道光末年开始施工，经咸丰、同治两世，直到光绪初年才告完成。有人生动地比喻，假如一个泥水匠壮年携带家眷而来，在工地生儿育女，等到将要竣工时，他已经做了爷爷，不但和儿子一起做工，甚至连孙子也在工地当师傅了。给建好的土楼起上一个优美响亮、意味深长的名字，是楼主们的期望。他们或以方位命名，如朝阳楼坐西朝东，寓意旭日从东方升起，或以村名为楼名，这座土楼所在的村子叫万安坊，因此取名万安楼。而江城出生生活过的化风楼楼名，则是来自中国古老的典籍《庄子》。它的典故呢，是出在这个《庄子·天地篇》，它是这样的说：化风人啊，足地爻，长寿，富贵，多难，世称呢为华风三祖，啊，楼名就是这样起来的。地名为楼名，中川村的马山楼是因为建在马山岗脚下而起的此名。有的用官位来给土楼命名，有西矿大王之称的华侨商人胡子春，曾被清朝政府授予荣禄大夫，他建造的土楼就叫荣禄地。然而，江城最感兴趣的是那些打上时代印记的楼名。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孙中山在武汉建立了共和制的民国政府。大山里的客家儿女为之欢欣鼓舞，于是永定就有了为纪念这个伟大事件而取名的庆城楼。江城认为，正是这些内涵丰富、有着强烈时代感的楼名，使得深藏在大山中的客家民居更显得魅力无穷。近百户人家聚族而居，是什么让他们和睦团结？客家人喜爱的汉剧蕴含什么样的文化精神？大新婚的风俗有着怎样的寓意和内涵？两位进士，七位举人，五位翰林，何以同出一门？土楼里的育人之道有什么独到之处？请收看下期播出的纪录片《土楼探秘之家园》。